飞起来，趁现在，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。乐迪最快飞机，小爱救援高手，哦，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。酷威时空能手，大力力量无穷，还有鹿探长随时出动。啤酒光向远方，和超级飞侠一起来挑战。别等待，跟我来，像超级飞侠一样勇敢，飞起来，去探索。史前救援队报到。史前救援队，史前救援队，勇猛队长大壮，嘿嘿嘿嘿，超级侦察员小乙，恐龙救援专家小王，推出的三角龙小盾，恐龙医生健健，嘿嘿嘿嘿，勇敢的史前救援队，耶！妈妈，能来恐龙世界探险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我也很开心，诺娃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跟恐龙交朋友，还能学到很多恐龙知识呢。而且有史前救援队一起，如果有恐龙需要帮助，我们还可以随时支援。这就是我们超级飞侠史前救援队的任务。恐龙飞侠勇闯天下，哦！什么事了？应该是发生地震了。不好，基地提醒有恐龙遇险。啊，看那边好像有几只小恐龙。啊，危险！不好，小恐龙们被困住了，史前救援队要帮助他们。你说的对，大壮，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动。史前救援队集结。小盾，健健，快去搬开大树。嗯，小翼，和我一起救小恐龙。好的。健健，剑龙回旋镖，行动。小盾，三角龙笨爪，行动。你现在安全了，小家伙。走，我带你去那边。来救你们！哎，小恐龙救援任务完成。他们应该需要治疗，恐龙救援床启动。走吧，恐龙大门开启。恐龙爪，全力行动！嘿！大家用力一点！大壮感觉就快要成功了！
世界了！恐龙世界也准时送达。重型救援起重机，真是好帮手。现在，大壮连接。很好，嗨，嗨，准备。大壮可以，恐龙扩大行动，啦，哎。真厉害，大壮！嘿，呀！谢谢大家，快把小恐龙带到基地里来治疗吧。酷，我也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。欢迎来到恐龙基地，这里可以观察整个恐龙世界。乐迪。好开心又见到你了，诺娃。刚才谢谢你了，这是我的妈妈，她是一位恐龙科学家。你好，乐迪。很高兴见到您，诺娃。听说你在探索恐龙世界，真是太酷了。还有更酷的，我可以和史前救援队一起保护恐龙世界的安全。没错，队长，就是我大壮，任务保护恐龙，探索世界。听着真棒，大壮。这么棒的队伍，我也好想加入，跟你们一起去恐龙世界探索。那个，刚才的小恐龙，要不去照顾他们吧？好的。哇，这里是恐龙医院。我们在这里照顾生病或受伤的恐龙。你好，乐迪。你们好，健健，还有小恐龙。健健，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没什么事，刚刚已经敷上了我特制的中草药，很快就好。哇哦，看来恢复得非常好。接下来去哪儿？这里是孵化室，恐龙蛋可以在这里安全孵化。这里是恐龙游乐场，恐龙们锻炼的地方。超级恐龙基地好棒呀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恐龙而设计的。没错，超级恐龙基地超棒的。啊！警报怎么会突然响了？我们快回控制室。超级恐龙基地传感器显示又发生了地震，我猜应该是在那里发生了余震。糟糕，那可能有更多的恐龙需要我们救援。史前救援队要去保护大家。对，已经设置好前往震源的最佳路线。超级恐龙基地前进。哇，好多恐龙啊。震源就在前面，恐龙们懂得保护自己，会远离危险地区。啊，大家快看，那只霸王龙为什么不跑？他走的方向很危险，我们快去阻止他。收到，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动。霸王龙救援出动。霸王龙快跑，这里很危险。我们是来帮你的。我们没有恶意。你怎么了？不行！啊！这只霸王龙怎么这么慌张的样子？它像是在找东西。恐龙宝宝们怎么了？小心啊，小恐龙！你们怎么突然这么激动？出小恐龙的声音，它肯定是小恐龙的妈妈。史前救援队，救霸王龙妈妈！小婉和小易，你们从上面拉；健健和小盾，你们从下面抬。收到。小易，翼龙飞爪，行动！
宝宝们，你们三个现在快回到妈妈身边吧。妈妈找到了宝宝，大壮好高兴。恐龙世界太奇妙了，大家也配合得很棒，真的好期待再和你们一起救援啊。嘿，乐尼，史前救援队，诺娃和妈妈，地震救援任务成功了。